每年溪底乡先扎脚筑楼，拢会举办提地灯会、射灯，庆祝一年一度元宵节。这项在地传统的民俗活动已经延续举办第十四年。今年元宵节拄好伫拜六，吸引将近300位乡民甲游客来参加。除了提地灯会、射灯以外，伫灵山宫庙前毛举办连环暗会、幼灯会。溪底乡先坐脚提地灯会、射灯的活动。天还未暗，就乡民游客来到庙前来集合。庙方准备丰富的美食小吃，招待大家吃平安。举办这个火把节哦，最主要是以前哦，我们乡下哦，有老一辈哦，有拿那个火把习惯啊，所以哦，就我们想说，年轻人把它发扬光大，所以才有继续延续这一个火把节的活动。二三十年开始啦。啊，年年一年一年一年增加哦，到如今的规模，阮上济要办到500几个，啊，这就是变作一个依在咱传统的一个风俗吼。大约六点左右，灵山宫主义业顺安溪堤洋顶楼起棚，代表会主席刘正如等人的率领下，进行点火的仪式。灵山燃火把，赚钱一大把，出发！咱今年吼，足欢喜，伫咱金龙山卡来迎啊火龙吼，啊嘛会使代表着讲啊龙年吼，咱的溪底乡，甲着咱国家乡亲，让咱平安顺遂，大家拢平安，拢快乐，拢赚钱。在山寨卡的这这个灵山宫，有咧办这火把节，大家拢共同来这参与，啊嘛非常闹热，啊嘛今日嘛有咱的这个打击乐吼，啊嘛有咱的这个国乐这个部分吼，啊所以大家拢当来一只欢乐吼。这项活动已经延续十四年。每一摆举办拢吸引真侪村民游客来参加，有人是第一摆，嘛有人每年拢来，尤其是大家也有个感觉真好。那么希望吼，透过火把节活动，吼，更加侪人来甲咱溪底乡来甲咱上这卡家参观，啊，伫遮借着这个机会，嘛要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福气隆中来。那我们知道呢，我们这里的火把节跟在地呢很息息相关，因为我们走的路线是过去呢。在地这个居民呢，到鱼池去上课的路线，因为晚上呢，他们必须举着火把回到家里面，所以呢，才有慢慢去延伸这个火把节的活动。将近300位的民众游客，每一个人拢举一支地公火，和规个社区夜景拢非常的壮观。负责指挥的志工带大家沿路行，沿路介绍砖头的历史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